游戏玩不好，喜欢凑热闹。大家好，我是不灵冰糖葫芦。之前分享过貂蝉、吕妹、左慈的哈达功，能硬刚主流 T 零队。今天五峰吕妹加入橙左体系，出门即是鏖战，一起来看金国公。点个赞，收藏起来，跟宝宝一起领略全服最精彩的实战阵容。阵容来源2111区名门老陈。金国公和哈达功的强度差不多，鏖战大部分是满级后的效果。老陈的资源都养了这一队，单队单周打了将近33万的战功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吕妹的面板和战法。和吕布一样是纯兵刃输出将，但是武力偏中等，差不多到四红以上武力才能破防大多数主流武将的统帅防御。这个阵容因为少了协力加成，对吕妹的红度要求相对更高一些。自带战法狮子奋训细分成三个效果，可以增益自己，造成伤害，还有叛逃的大招。最稳定的是提升自身主动战法发动率效果，其次是对敌方造成伤害的爆发力，而叛逃的大招爆头主将直接获胜，还能弥补吕妹武力的不足，但是稳定性也是最低的。分享两版战法搭配，第一版是云起剧本，第二版是天师剧本，可以免费获得一本草船，加点程普全统、吕妹全武、左慈全智，输出和吕妹的红度尽量在四红以上，程普和左慈没有要求。飞弓是这个阵容里最关键的战法，少了它会失去至少1/3的打击面，主要是高续航法系队。这几场对战法系队，飞弓场均质量7000+。飞弓上线之前，单核兵刃队普遍打不过法系队，原因出在续航上，打持久战兵力续不上，伤害越来越低，稳住血线才能打出高伤害，所以飞弓的作用是打持久战时平血线。吕妹的武力不高，搭配破阵降低对方统帅，反向提高自己的伤害，同时需要伤害倍率高的万箭补伤，抬高上限。白马可以提高狮子奋训和破阵万箭的发动率，狮子奋训再带动破阵万箭，整体提高稳定性，刮骨解控和平血线。五峰阵吸走控制，增伤吕妹，同时续航。程普做五峰主将，作用是克制群伤，主要是关妹系的鼠枪。戴左慈可以有效的克制突击战法，但是规避被必中克制，主要是灵统的前两回合必中，所以金丹碰上灵统相当于让了半个战法，这也是阵容最大的劣势。此外就是藤甲兵，我们下期见。